师傅，上次教你的练会了吗？一直在练。好，我看看。 不错，这一走呢有点痛，但是你要注意。所以呢，昂首的侧身没有正确的跨步。我的饼干是被你吃了？怕哟！我是看我们师傅教学辛苦了，大家借花献佛，晓得不？这个我准备拿去扔的，过期了，变味儿了。